是能抽三张，你看这有一张对吧，鲤鱼龙。哎哎，你还是个天才。我就觉得他在动，因为他在晃。哇，我终于抽到了，这可以任选一个鲤鱼龙啊，这是 VIP 的吧，鲤鱼龙。你个负心汉终于来了，终于回来了是吧，这肯定要选鲤鱼龙，这什么都不搞了。我玩这游戏就是为了我李哥来的对吧，搞一个啥各位。哇，24900虚战比较高啊，来一个加战力高的好吧，一箭穿弹加4500，我们就战力已经第一了各位，不好意思。鲤鱼龙我看一下他要吃几个，鱼长江不长海，我觉得就把这个吃了。好，鲤鱼龙红一星，再生的话需要又一个红一星，这狗粮是太难搞了。哦，身心礼包怎么还有？鲤鱼龙68一个，各位，今天花完这个就充5000了，你们怎么想？把你们的真实想法告诉我。没关系，这今天就充5000多了，充6000也就充6000。我又来一个鲤鱼龙，得来全部配龙斧，你看升起来怎么样，各位？加10000战力，走，吃一个零号升级，红5星，再加20000。首先这里有一个鲤鱼龙，我们先开了，别的都不要。战钢同志是个好同志，可惜不要了。逢敌必亮剑，还需要再抽300抽，就非常难。哎，鲤鱼龙又来了，又出了一张鲤鱼龙。鲤鱼龙可以的，鲤鱼龙走你，身心全服第一鲤鱼龙，我应该是前后那么多服的这个独一无二的鲤鱼龙吧。朋友们，又出一张鲤鱼龙，羡慕羡慕，招募不就又可以招了对吧，又有60抽。走你，再来，哇，鲤鱼龙啊，真的吗？这就给鲤鱼龙啊？我都没注意看，我说他绝对不可能给了。我靠，好舒服呀！罗大正出列，看看多凶猛，多凶猛。舒卡，这里先抽。好，西游鲤鱼龙，今天又出一张鲤鱼龙，爽了，我服了，鲤鱼龙第四，走，好，鲤鱼龙，鲤鱼龙有两张，各位，鲤鱼龙可以升，我竟然没有升，我真的是挨天杀的。这要一个8星就可以了，来走你干啊！这还有张鲤鱼龙，我还有4张鲤鱼龙，什么卡升不了？我靠，我鲤鱼龙那么多，我都数不过来了。鲤鱼龙可以升级了，二营长，鲤鱼龙你来迟了，现在升彩二了，各位，彩二很强的，再升还是要一个鲤鱼龙和一个8星。老李啊，你一个人就扛起了我们一半的战力啊！我靠，这是啥打不过各位？加4万，97万战力，老李好强啊！